这样更能看清星空了。啊！这样更能看清星空了。限制物欲是占星术士修行的一部分，只有简朴的生活才能窥探到世界的真实。正是因为无法更改，不可违逆，只能接受，命运才会被称之为命运。限制物欲是占星术士修行的一部分，只有简朴的生活才能窥探到世界的真实。
啊？才没有在等你，我只是正好得休息而已。